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哎，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是第一次讲经。过去我们也在此地。 做过几次大型的活动啊，属于发挥的性质啊啊，这个这个真正讲经啊，今天是第一次啊，<coughs> 我非常感谢啊，但、呃、是跟这一边的道友们。 法无上菩提心，将大乘佛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在这个地方啊恢复起来啊，班班教学。 弘法立身，我到这边来看了一下了，非常欢喜。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也是马来西亚、东南亚的人民的福祉。 啊，能有这样啊殊胜的法源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选择的是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在全经里面选择了六十六十条啊，六十条。 早年曾经在美国旧金山大学联社了讲过啊，那个时候时间很短，只有八个小时啊。那么将这个无量寿经呢，全经的重要的开始啊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。 必须要记住的啊，这一些经文记录在一起 <coughs>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啊，对专对哎，修学净宗同学说的啊，可以说对所有学佛的同学啊。 都应该记住，师尊这些教诲，啊，无论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啊，实在讲，都是我们修学的基础，啊，必须要明了的。<coughs> 今天，我想我们讲的次第呢。 不比一过去啊 <coughs>！我们所依据的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啊，这个就更积极了啊！我们从五十六条啊，学起，把这个当做第一条。 这一条的经文，我们先念一念啊。佛所行处，过以秋聚，弥补萌化。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灾厉不起。过风民安，兵国无用，崇德兴仁。 勿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这段经文把佛陀教育的理念、目的。 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！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这一段呢，就是答案。嗯、学佛首先要对师尊呢有认识啊，这是造念。 我在初学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，在这之前，我们总以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迷信，啊，所以年轻的时候就不愿意接触它，啊。 尤其看到佛教的形象，啊，他拜的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呃，神太多了，啊，在宗教里面称为泛神教、多神教，啊，泛神教跟多神教呢，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宗教，啊，高级的宗教啊，只有一个神，唯一一点真神。 啊，这是早年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概念。那么这些错误的概念呢，在现今社会依然是很普遍。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。那个时候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 啊，方老师教我，在最后一个单元，他给我讲佛经哲学，我感到非常压抑。说佛是宗教，是多神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呢？方老师告诉我。 他说：“你年轻，你不懂。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的我们学哲学嘛？啊，他也是个大哲学家了。啊，他这样介绍给我。他说：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” 啊，这是他告诉我原来的话。以后呢，我在讲席里面介绍啊，我不敢用这个这种说法，我只说佛经哲学是高等哲学。啊，我没有用最高峰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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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法。 啊，他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接受他的教诲，对佛教、对宗教，改变从前错误的看法。啊，知道这个里面呢有大学问。啊，方老师还告诉我。 佛经哲学，他说：“你到寺庙里头可能找不到，在哪里呢？在经典里面。啊，只是我这么一条路。啊，要到经典里面去找。”方老师给我介绍，大概。 两个多月，我记得不到三个月，我就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也是有个朋友介绍的，啊，认识他老人家。第一天见面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：“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。” 我知道佛教里面呢是大学问，啊，是高等哲学。我请教大师，有没有啊一个方法，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切入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张家大师看着我。 我也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开始。这样一一一坐下来呀、啊，就坐了半个多小时。他老人家不说话，啊，半个小时之后了，他才说了一个字：“有。”我一听说有，那就很兴奋。他又不说话了。 这次大概等了六七分钟，啊，才讲出两句话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能契入啊。<coughs> ”我听了之后似懂非懂，啊，说在他两句话的意思，以后我们深入经藏呢，知道了。 就是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他不用佛学名词，因为我刚刚入门，用佛学名词那个可就麻烦了啊！他解释半天，我也未必能听得懂啊。反正就含糊就是了，看破放下了。啊！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从哪里下手啊？他叫我从布施。 啊，所以这布施是他老人家教的，啊，布施就是放下，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啊，告诉我这三种布施啊，有三种果报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哎，反复叮咛。佛家讲舍得，舍就是不施，舍你有得，这第一个意思。更深一层意思呢，你把你所得的也要舍掉。这舍得是两个意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啊，真正放下了。 你就切入境界了，啊！所以我们学了五十八年了，啊，五十八年遵照老师的开始，现在完全明白了，啊！放下什么、啊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入境界了。 啊，什么是妄想？妄想是无时无明，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呐、啊，这是妄想啊。妄想非常微细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不知道，全教菩萨不知道。 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不知道，真不容易啊，啊第二个分别，啊，分别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尘沙烦恼。第三个是执着。 执着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啊，你能够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成正觉，真的算是入佛境界了啊。但这个境界是小乘，是全教。 啊，不是真的入入境界，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你离开六道轮回了，啊，六道没有了，啊，六道没有了，六道是在讲做梦啊，梦醒了，啊，醒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，圣闻。 圆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跟六道合起来了，成为十八界。哎，你真的至少在声闻法界了。那声闻缘觉能够把分别放下，就是尘沙烦恼放下。 他就成菩萨了，啊，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了。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依旧用阿赖耶识，用的纯正，可以说四圣呢用的纯正。 六道凡夫用阿赖耶用邪了，啊，用错了，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了，所以造成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善恶的果报，啊，设法界的福。 如果能够说放下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大乘教的破一品无明，啊，破根本无明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十法界没有。 就说法界也不是真的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”啊，说法界不例外呀、啊！啊，那这个放下之后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现前。 我们也叫它做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不会有变化了。啊，实在说，还是有变化。啊，但是三大阿僧奇界之后，你看到它有变化。在三大阿僧奇界当中。 你看不到它的任何变化，啊，什么变化呢？我们佛跟我们讲，我们现在这个六道里头，有情众生叫动物，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无情的众生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尘住坏空。 这变化了，到一真法界里没有看不到变化了。那个时候，人人都是无量寿了，而且面孔不会从年轻变到衰老，没有这个变化。啊，那三大神奇节之后呢？之后啊，这个。 那就是无时无名的吸气断尽了，啊，无时无名吸气、啊、在华严经上讲啊，华严经把它分为四十叶品，色住、色行、色回向、色地等觉，四十叶品无名。 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无视无明的习气，不是真无明真有这么多品，不是的。啊，习气就是说了，初住菩萨无视无明断了，明心渐性了，习气还在，但是习气呢，它不碍事。 啊，吸气有后波。啊，吸气重的位置就低，啊，越往上去，吸气就越薄，啊，等觉菩萨只剩下一瓶，那一瓶断了之后，它就成妙觉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产生了什么变化了？什么变化了 十八图没有了，所以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连诸佛如来的十八图也在其中。他们又说，如来果地上十八图是例外，佛经上找不到这一句啊。啊，所以十八图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这个十八图没有了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 长极光现象，长极光是自信啊！六足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那个信就是长极光啊！他告诉我们，长极光它不是物质现象。 他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他什么都说不上，啊！所以佛经里又称作的大光明藏。南大师向无祖的提出的报告，啊，说出他的境界。 他讲了五句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没有丝毫染污；不站在常寂光没，没有没有染污；在十法界，在六道，乃至于在三途，都没有染污。啊，他绝对不会染污的。第二个呢？ 本不生灭啊，它没有生灭的现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讲这个四象迁流啊，啊，生老病死，它没有这个现象啊，那真正是永恒的。第三句他说，本自具足，他什么都不欠缺，圆圆满满，智慧具足。 个能居足，相好居足，所以居足他不现。这佛家讲隐现，他是在隐的状态啊。这个话很难懂。我们现在用电视来做比喻容易明了。啊，我们电视频道把它关起来。 你不能说它里头没有现象，那、啊、关起来了，没有现象啊？它有，啊，它里面有几十个频道，几百个频道。啊，你一按频道了，这景象就现起来，那是现就现了，银线不同，银不能说无，现不能说有。 他会现象啊，所以他第四第四句讲的时候，这个何其自信啊，本无动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本定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“首楞严大定”啊，自信本定啊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 最后一句：人生万法，人生万法是显啊？怎么显的呢？在大乘教里面，佛常讲：一念不觉而有无名，这一念不觉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。你要找为什么叫一念不觉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哎，越越我越错。 啊，他们第一个念没有原因，啊，所以叫发而如是。如果第一个念没有，就是长期光。啊，有了第一念呢，长激光里面变现成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多大了？ 变法界虚空界呀，啊，啊就是整个长极光变成阿赖耶了，一界一切一切皆一，啊，阿来耶里面就出了三细相了，啊，我们看到。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对话是在《菩萨出太经》有这段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。 那是讲我们凡夫心有所念，我们起一个念头。佛问：这个念头里面有几念？有几相？有几识？啊，相？ 物质现象，实是精神现象啊！我们平常是起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有多少微细的念头组成的？啊！弥勒菩萨向佛提出报告，那实在讲啊。 都是跟我们讲的，佛哪有不知道的？啊，弥勒菩萨说，举手弹指之间，啊，这一弹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年，百千是单位，一百个千十万。 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，就是这一摊纸，三百二十兆啊！这一摊纸三百二十兆啊！你说这个速度多快啊？这个、微信里头啊，啊，弥勒菩在右手 念念成形，形就是佛问的相啊，有几个相，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，形界有实，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念念头啊，它里头这个这个物质现象里头跟精神现象是同时存在的。 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，啊！行见有实，实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、受想行识，通通只要是物质性，全有啊！啊！所以近代、啊、日本将本博士做水试水试验呢，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啊！他把佛经上讲的这个证明出来了。 啊，水是物质？啊，居然发现这物质上，他能接受外面的信息，就是他会看，他会听，啊，给他听音乐，他能感受，啊，他有受想行识，他能感受啊，啊，写出文字，写出个“爱”字。 无论写哪一个的文字，他都看得懂。我们看不懂，他能看得懂。啊，那么他做出的反应非常之美啊，啊与性德相应的反应都非常美，与性德相悖的，啊，反应很丑陋，很难看。 将文博士搞了十几年了，啊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做这个东西，佛经上全有，而且说的很详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物质现象里头有色身相位，就是念念成形呢，形里头有色身相位。 啊，诗里面有呢，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。啊，那么你现在在这个物质方面，你只看到色、声、香味，你还没有能够把它发现。我鼓励他继续研究，肯定有有有香有味，啊，有声音，那叫妙色。 这个色色身香味都是讲妙啊，妙音呐、啊，啊，是是妙味也，妙香啊，那么这是科学在研究都没有研究到的，佛在三千年前就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，啊，米勒讲一坛汁。 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？我们弹的是很快的时候啊，弹的很快，一至少弹四次，3三百二十兆乘四，这用秒数单位，我们就用四次来说吧，哎，一千两百八十兆，一秒钟，啊。 这个是极其微细波动的现象，这个波动就是什么？就是无始无明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起心动念，太危险了。这属于科学，啊，是高等科学啊。啊，是从理上讲啊，方老师讲的那是从高等哲学；从事上讲，这是高等科学啊。啊，今天。 哲学家、科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在佛经上全有啊！啊，科学讲究、啊、拿证据来，啊、释迦牟尼佛是拿证据来，什么证据来？禅定。啊，大乘经典里面讲，是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现象？ 金教里告诉我的八地菩萨，啊，你好好的修，到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啊，你就看到了。啊，八地以下，你像我们现在一地也也也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完全是在金教听佛菩萨说的，有这么回事情。 啊，那佛法呢？佛法你知道之后，你要证的，你要清证。啊，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：释迦牟尼佛真的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真的。啊，在中国慧能大师真的。不容易啊！他那一年二十四岁 怎么证得的呢？就张家大师讲的放下。啊，这个大师真是因机施教啊，这非常高明啊。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讲给我，这讲给我听的时候，跟佛法缘就断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做不到啊，这哪能做到？ <laughs> 所以他含糊讲，哎，我也就囫囵吞枣就听，这样就被他引诱进进进入这个轨道了。啊，几十年之后，这越深入啊，这是经教上越明了，这样子才搞明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悟，解悟，理解，慧能大师的悟是正悟，正悟有受用。 啊，理解有没有受用？理解受用有，理解之后你就有信心，信心坚定，愿力坚固。啊，怎么欺辱呢？再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了。啊，没有坚信之前。 我们讲的你的聪明、智慧、福报，是你修的，你命里有的是修的，它不是自己的。啊，你修的什么？是有限。你布施的多，财布施多，你得的财富大，啊，得大福；啊，法布施多，你聪明智慧高，啊，不圆满。 如果见性了，你样样都圆满，为什么呢？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没有数量的，啊，这是这个话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啊，佛哪能说假话呢？我们现在从理论上肯定。 佛所讲的完全正确啊！为什么呢？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啊，自己自信变现的，不是别人呐、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之后，把他见到的境界说出来。 啊，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《大方广佛化严界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读的化严呐、啊。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龙宫里面所见到的啊，大本化严。 他给我们做了简单的描绘，这经分量多大呢？十个大千世界微尘记。一似天下微尘品。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迷惑了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性相离世因果，一样不漏，大圆满呐！啊，他从龙宫出来。 流传在我们世间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什么？纲目提要啊！啊，这个纲目提要现在一半丢掉了。啊，它的分量是十万计。 四十平呢、啊？啊，传到中国来，是个残缺不全的本子。第一次传到中国，东晋时代，三万六千颂，啊，差不多就三分之一。啊到唐朝，武则天的时代，是察南投到中国。 啊，传来的叫八十华言，四万九千松。差不多是一半。啊，贞元年间，普贤行愿品全文传到中国来，四十卷，我们称四十华言，虽然不完整。 大概华严所讲的义趣，通通可以见到了。啊，这一部经是祝福如来呀，红传正法了。这个正法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最重要的也不行了啊！那我们今天宣讲的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联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本子，可以说它是世尊传法精华之所在。 啊、乾隆年间，彭济新居士说：“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”这个、话说的正确。啊，阿弥陀经小本华严，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。 啊，在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居士肯定的，他将《华严经》幕后这一卷，啊，十大愿王导轨记录。放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，应该是受彭居士的影响。 放得好啊！我们看《无量寿经》一展开，你看第二篇“德尊普贤”啊，这个让我们明白了：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凡是去往生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修普贤行愿。 啊，大乘教里面常说，菩萨不修普贤行,行愿不能圆满成佛。啊，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生成就？这回嘛，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，你才会真正死心塌地去修净土啊！而且这个法门呢、啊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。 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佛陀的教诲啊，佛陀确实，他老人家是个教育家啊！我不承认佛教是宗教啊！啊，张家大师，我第一天跟他见面，他就叫我去读。 释迦普释迦方志，首先你认识老师，然后你才真正发现呢，跟他学习。啊，那我们看了之后晓得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 他的身份，职业老师啊，而且是个义务工作者。孔老夫子教学还收一点学费呀，所修啊。释迦牟尼佛不收啊，完全是义务啊。啊，叶森从事教学工作是乐此不疲。 啊，从三十岁开始，到七十九岁缘起，没有一天空过。一个人也教，两个人也教。啊，一张口，那就是讲经啊；不张口，深教，他全做出来了。啊，你把他的行为记录下来，节律。 生于义，三能教化众生。这个老师到哪里去找啊？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啊，我们认识了，哪有不佩服的道理？哪有不仰慕的道理？在认真学习。 啊！佛陀教育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叫你回归自信，跟他一样，他回归了，帮助我们回归，就这么一个一个目标啊！啊，回归自信之后。 它的功能就是硬化，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。啊，感应绝不是实理解的，也就是刹那之间的感应，啊，来帮助一切。 没有入境界的众生，就十法界众生。像蒲门平里面所说的，“千处祈求千处应”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应该说什么说什么法，自自然然就说，没有想过的，他没有妄念的，啊，硬化在世间。 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这叫妙啊！啊，我们在还原观上讲的是的，心德啊，硬化在六道啊，硬化在三土。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硬？我们以前总有这个疑惑啊。 啊，到我们看到江本博士做实验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。啊，我们跟谁不是感应到叫吗？啊，我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这个信息他接受了，他就有反应。那谁有没有信心动念？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啊。谁尚且没有何况自信？ 啊，我们才明明了这自信的那个能功能呢，不可思议啊！啊科学家发现，说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：物质、能量、信息。我们听到之后也是非常佩服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跟佛家讲的阿赖耶三细相是一回事。情。 啊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，那什么？那是能量；境界相就是物质；见相、转向也叫做转向，就是信息。阿赖耶的三系相。 但是佛经上讲的详细啊，啊，山西相怎样变现出这样的宇宙？啊，宇宙虽然非常复杂，但是它有秩序，它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你看太空当中星系的运行。 不乱了，那从小看小地方看呢？看我们身体，身体跟外面大宇宙没有两样，啊！你看你身体外面五官，里面五脏六腑，啊，它的运转也丝毫不会差错，啊，一发生差错，你就得病了，啊，一点不说健康啊。那为什么会发生差错呢？ 又查神经忘念。因为这些里面五脏六腑的变化，听谁的？听念头。你念头善，啊，你没有念头是最干净的，啊，完全恢复正常，啊，善念还算不错，啊，虽然有一点变化不大，不太妨碍，啊，恶念就不就麻烦了。 不善的念头啊，它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把你的这五脏六腑变成病态啊，就三毒啊，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念头，就让你在身体里面是种下了病毒，就这么回事。情，贪嗔痴去掉放下了，里面的病毒就没有了，它就恢复正常。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、啊。你看，我们起个恶念，对那个谁谁接近的那么难看，那么丑陋；啊，我们起个善念，对他的时候，他的结晶那么美好。这不就是说明，这是用科学方法给我们做出证明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啊，佛的智慧是真的。 啊，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人人都有，平等的，并不是说释迦佛有，阿弥陀佛有，别人没有，不是的，人人通通都有，只要你真放下。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，第一天就把这秘诀告诉我了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看破了，明白了。 我们这么多年在经教里下的功夫，越来越明白，啊，但是放下的功夫呢不到位，啊，明白之后要做的就是放下，啊，放下之后真明白了，真的了，啊、这个一点都不假了。 啊，有同学问我这放不下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最近好像全世界联播一个影片，叫《二零一零》。我说你看过没有？他看过了。我说你看三十遍，你就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的。而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了，后头一句话重要。 他说：“念，这个念头；识，也就是说，念、行、识，极其微细，不可知持。大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，能不能控制它不能。能不能掌握它不能。能不能得到它不能。啊，他太快了。” 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们看这个世界应该怎么看呢？像看电影，像看电视。哎，这个、形象你就可以看，你能不能得到不能？啊，我们知道电影荧幕上画面它是动的，一秒钟二十四张幻灯片。 幻灯片是不动的呀、啊，一张一张连续的，我们看错了。电视屏幕里面比电影更逼真，它更快。啊，那最快的呢？最快是我们现实环境。你要知道，一秒钟这震动多少次？一千两百八十兆。你以为它是真的？ 其实，凡俗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啊，常常做如是观呢，心就定了。妄念虽然断不掉啊，分别执着肯定淡薄了，那就是你功夫提升。 啊，慢慢的，先把执着放下，再把分别放下，你就成阿罗汉，成菩萨了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没有正德了，你正得正觉了，你正得正等正觉了，不错了。啊，但是一定要向无上正等正觉去迈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 不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你依旧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只有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才能超越十法界。如十八图，谁的十八图？自己的十八图吧、啊，自己的十八图，跟如来的十八图是一，不是二。 啊，为什么？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刹土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信识自己的，离开自己信识，宇宙之间没有一法可得。从这个地方，你就能体会到佛家讲的能力。能力什么？能力是关系。 原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啊，现在未来所有一切刹土众生，啊，佛家常讲，十方刹土微尘法界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能力关系，你要知道了。 大慈悲心才真正生出来啊！对于一切众生那个爱护没有条件的，就跟爱护自己一样啊！他本来就是自己啊！这是佛陀的教育。所以这第一句话“佛所行处”，这个佛就是佛陀教育。 佛陀教育推行的处所，啊，这个地区有佛陀教育在。底下是举例，啊，过一是城市，秋居是乡村，啊，只要佛陀教育存在这个地方。 都得到佛陀教育的教化啊！那现在我们用这个科学技术，用这些工具啊，卫星电视、网际网络，真是全球弥补文化了。这比过去方便多了。 啊，现在的发明这些东西，要好好利用它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！这一桩事情，早年是方东梅先生提醒我好几次。 啊，电视是好工具，要把它用来做教育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听老师说说，没动这个念头，这个要花多少钱呢？我们哪哪有这个能力呀？啊，自己不敢想啊！啊，没想到现在呢，都居然做成了。 都都意想不到，我这都是三宝加持，啊，这也是张家大师告诉我啊，他给我一个定心丸。他说：“你只要发心，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你，哎、啊，你不要为自己这个生活其这个这个这个、这个、呃。” 这是衣食住行，为这些东西啊，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不要操这个心，啊，一切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，啊，我听了这句话，真的得大受用，啊，一生从来不想自己，啊，顺境佛菩萨安排的，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所以总是用个感恩的心。 出事待人接物啊，啊，《圣经》里面做什么功夫呢？断贪念，《圣经》不可以贪念，《逆境》里面呢，断尘恚，断贪嗔痴啊。 在佛菩萨给我安排的环境，是要我在那里断贪嗔痴的。如果顺境我起贪心，哎呀，这好喜欢；逆境就起怨恨，那就完了。那佛菩萨就走了，不会再照顾你了。啊，你就入了魔境界了。生烦恼吗？顺境生烦恼，喜怒哀乐爱恶欲是烦恼啊。 啊，逆境也算烦恼。啊，那个在境界里头天天增长贪嗔痴慢。啊，那果报就散出去了。这个一定要懂得。啊，佛菩萨对于真正学修,修学的人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 啊，在逆的一些境界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啊，因为害怕、恐惧也是烦恼。你能够一关照，啊，你想想这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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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诸、这个、法实相，啊，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，心就平了，啊，那就是要看破。所以看破之后，放下说。 放下一切疑虑、恐惧，啊，不会通通往下了。啊，佛菩萨照顾谁是佛菩萨？除自己之外，个个人都是佛菩萨。云飞、软动也是佛菩萨，树木、花草也是佛菩萨，山河大地也是佛菩萨。 哪一个不是佛菩萨？你就晓得你有多少佛菩萨在照顾你，你怎么会不成就啊？啊，我们我说这个话不是假话，《华严经》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怎么成就的？就是这么成就的。菩提道上就是一个人，啊，一个人。 才真正做到谦虚啊，谦卑啊！啊，别人通通是老师，通通是善友，善友就是善知识。啊，孔夫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吾师。”三人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自己。啊，善人，想想。 他的长处、好处，我有没有？没有向他学习。我人，我反省，我有没有他那个缺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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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善的地方？如果有，改正。不都是老师吗？一个从正面教我，一个从反面教我，才把我教出来。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感恩是心得，自信里头有的，啊，傲慢自信里头没有。你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天天在用功啊，从早到晚没有离开佛菩萨。 经教是我们的依据啊，拿着经教来核对我们的境界，通通对得上啊！发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呐、啊！我们自己被佛度化 才能帮助佛戒淫众生啊啊，怎么行？做好样子嘛，像释迦牟尼佛嘛，自己先做好榜样。啊，别人来问你的时候，这是言教；不问的时候，身教，身行言教啊。 帮助诸佛菩萨了，接引大众。下面是天下和顺。现在这个天下了，灾难太多啊！灾难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人，在这个地区的人，心行不善。 感召来的嘛？啊，科学家知道灾难从哪来的，没法子解决。啊，我们也很难得，都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参与了国际上的。 和平会议啊，我们把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方法啊，化解灾难方法介绍给大家，把大乘佛教里面佛所讲的方法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听了欢喜啊啊！但是他们怀疑，他们有信心。 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说的这个很好，是理想，做不到啊！啊，这个问题是真的问题了，非常严肃的问题了，做不到。嗯、他不相信，没有信心呢，叫信心危机大于一切，其他的危机都不是危机，信心危机就不得了。” 啊，对古圣先贤的这个东西长期生起疑问，那唯一的办法，我们做实验。我们在庐江汤池办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做实验，哎，实验了有效啊，实验成功了啊，这个可以。 给他做证明了，我我讲的不是理想啊，所以也是佛菩萨给我们安排，安排到联合国、到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去做报告啊。我们蔡老师做了四个小时报告，另外有两位老师一个人两个小时，总共做了八个小时报告。 做了三天展览，哎，大家听了啊，心动了，啊，居然有，一百九十二个国家的世界驻联合国的代表，啊，都想到唐池去考察、去参观，太难得了，啊，这个活动虽然我们只做了三年，我们本来只打算做两年。 做成功了，奉献给国家，由国家去做。啊，现在这影响到海内外。啊，那到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来看呢，可能这个海外将来在马来西亚会扎根了。 真难得，那就佛菩萨安排吧。我们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全心全力去做，啊，更有信心。起心动念别想自己，想自己就错了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啊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自己的信德。 信德里头无我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那是信德。那我念念想我的时候，怎么对得起自己？啊，对不起众生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啊，起心动念，想社会的安全，想众生的福祉。 佛祉里头最大的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归自信，这是最大的啊！但是有这种志愿的人不是很多，一般人只看到现钱，先前也不能疏忽啊！先前大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社会。 和谐的世界啊，希望美好的家庭、伦理教育、社会教育、英国教育，这是大家了所期望。的。 你只要做出来，没有不受人欢迎，全世界的人都欢迎。啊，虽然我们种族不一样，啊，国籍不一样，文化传统不一样，啊，可是有一个东西一样，人性是一样。啊，中国古人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哎。 那个本性本善是一样，啊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从本性本善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所以普遍受到大家的欢迎呐、啊，啊，这是我们在最近十年啊，走了很多地方啊。 得到的证明啊，没有人不欢喜啊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，啊、天下和顺呐啊,啊，这一句是让我们想起上一个世纪。 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他说要化解要解决二十一世纪这个社会问题，需要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，会带给这个社会，带给这个世界天下和平。 啊，儒释道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和顺。佛家讲六和，儒家讲三和。啊，诸位到北京去观光旅游啊，你就看看故宫，故宫三个主要的建筑物就是三和：太和殿、中和殿。 保和殿三火啊！佛法讲六火啊，和顺呐、啊，顺是什么？孝顺呐、啊，顺是孝道啊。所以，什么是中国文化？中国是孝文化啊！中国是和文化啊！哪个不喜欢？ 只要做到，我们做到了和，做到了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灾厉不起，这个效果马上就就就,就看到了。这四句是指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想的。 献钱了啊！日月清明，见时；风雨一时，灾利不起，地利也。这个现在讲的自然灾害。 啊，地震怎么来的？台风怎么来的？啊，干旱怎么来的？水灾怎么来的？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都是从念头来的。啊，水灾。 贪心干的啊！贪心生水呀、啊！你看，贪吃的时候就是渴流口水。啊，火灾怎么来的？嗔恨来的。你看，一发脾气你就冒火了。啊！地球温度上升怎么上升的？ 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社会世界上发脾气人太多了，就这么来的。啊，如果每个人都不发脾气了，这个地球温度马上下降。排放的那个那个原因不是真正原因，那是那小事啊。啊，真正原因是火气太大了。 啊，风灾是愚痴啊，地震是不平呢、啊，心不平呢、啊，啊，功高傲慢、嫉妒，啊，这个引起地震呢、啊。如果我们这些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大地坚牢，不会出问题啊。 如果我们的思想言行啊都是在造这些贪嗔痴慢疑，疑是属于风灾，那这个这个大地的结构啊就松了、松散了，很容易出毛病。 佛讲的很清楚啊，但是现在一般人相信科学都不相信啊，他不相信这个道理。我发一顿脾气，与山河大地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有关系。那我们在还原观里面看到三种周边，你就晓得，不但有关系，关系太大了。 啊，无论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这个波，周边法界，啊，起心动念、意思是它都有波动，但我们看不见，八地以上菩萨看见了。 随着感应道交那么快速，出生无尽呐、啊，那就变化无穷。随着你的念头，你的身体随着你念头在变，外面人事物都随着里面念头在在变。啊，第三个讲。 含容空有，啊，包含，啊，包含空，就是我们佛家常讲的心包太虚，啊，容有，你的度量很大，你能够容容纳量周杀戒这是性得其用的三种周边。 你这才晓得我们影响多大啊！一个恶念周边发起一个善念也周边发起啊！晓得这些道理，不但我们不会干坏事情，我们恶的念头统统卸掉了，这才能跟大乘相应啊！ 无量寿经的经体太好了，汇集的正好。啊，前一半，大成，大成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无量寿代表圆满的德行，庄严代表相好。 啊，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成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。这相从哪来的呢？自心里的本有的。现在我们迷失自信要怎么修呢？怎样让我们再回回归自信呢？” 后半段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，清净平等觉非常重要啊！啊，真正修行人没有别的，就是心地，哎，这个清净平等觉了，年年提升呢，你是真的升级了。 啊，你学的再多，光学多稳，啊，做多少好事，如果清净平等觉不提升，你实际上没有提升。啊，那你做的那些好事，那都是六道里面的福报。福报再大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提升了，超越六道。 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叫功德了，这不叫真功夫啊！这个要紧呐、啊，啊，做一切好事，心里痕迹都不着，清净些没有高下啊、哦。我做了多少好事了？没有，这念头都没有，平等心，绝而不迷。 啊，阿罗汉、菩萨成佛是这么成的，你你总得清楚，总得没有？啊，这个才没有真的没搞错。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随缘尽分，就是圆满功德了。啊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 这需要修财财布施的时候，啊，我身上有一百块，有两百块，我也能拿出来。我全部就这么多，圆满功德。啊，人家家产是成亿的，他拿个一两千万，他功德没有你大。你全部拖出来了，他拿出才几分之几福德？功德呢？功德是平等。 供的是不着相嘛，不着相，不管拿多少都平等。对，佛菩萨修功德是平等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用清净平等觉去修，这个一分一毫都是圆满的功德。那如果你有差别心，啊，不亲近的心。 这个里头夹杂着自私自利啊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你布施再多，功德是有限的。大摩祖师讲，福德还是有限的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法布施。什么原因？法布施能教人。 情净平等就啊，大千世界七宝啊，只能让人起贪嗔痴，所以都比不上法布施啊！啊，所以灾难怎么会止住，不再扩张，不再严重？ 啊，慢慢化解，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那我们所求的，国风民安啊，我们国家丰盛、敏安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丰盛、都敏安啊！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。 中国文化确实如此，啊！你看中国历史几千年来，中国没有对其他的国家发射发动过战争，没有，历史上没有记载。为什么？教育好啊，教的好啊。 啊，从德行人。中国自古以来重视这个道德了。啊，行人呢？行是提倡啊，人推己及,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啊，自己如是，希望人人都如是。啊，一定从自己做起，自己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所以国家与国家要和睦相处啊，诚信相待。 那怎么会有战争呢？哪里需要什么过防呢？诸位想想，这个过防开销多大？如果这一笔钱省下来，啊，把它用作社会安全、社会福利，多少人受惠呀？啊，不造这个罪业。 那我没有过防，别人打我怎么办呢？你没有过防，别人就不会打你。你看两个人打架，啊，甲跟乙打架，如果乙要不还手，甲就打不下去了。打了几拳了不还手，这怎么办？如果他还手，越打越起劲。啊，那一边不还手，就不能打了。 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敢这样做了。啊，别的国家欺负你，其他的国家会打抱不平的。如果你的国家个个都是修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别人对你尊敬你，你是大众的好榜样。 怎么可以害你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谁愿意去杀一个好人？这个人是仁慈的人，这个人对社会大众是有有气有好处的人，谁肯干这个事情？ 啊，那么现在问题出在呢？问题通通出在教育。啊，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人为什么敢杀人？为什么敢灭人族？不知道因果啊！啊，真正懂得因果，人有没有死？佛知道人没有死。啊，现在西方人呢？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心理医生，他们写的这些报告，他们也承认，人没有死，生死是什么身体，身体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，他会再来呀、啊。啊，你杀他，来生他来杀你。 啊，佛经上讲的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那是什么，你杀了个羊吃它，来生它的人生，你呢？你多出生到变成羊，你又被他吃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不敢害人，不敢辜负人。 啊，不会有占人便宜的念头。为什么会要还债嘛？欠命的要还命，啊，欠债要还钱，一点便宜都占不到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饿死冻死，命该如此嘛，受这个报应嘛。报应受完的时候，他往上升，啊，你的罪报受完的时候。 他一定往上提升。如果你要是造业，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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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罪，造作罪业，你死了之后往下沉了。啊，了解三世因果的人，绝对不干这个傻事啊！啊，人肯定有生有有死嘛。啊，对于死亡一点恐惧都没有。 欢喜接受，啊，这是一期果报尽了，决定往上升。啊，在这一生把这一生的功课学好，遇到佛法最好的功课啊，啊，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什么方式，啊，纵然灾难来的时候，他也是生极乐世界。 因为他念心念里头，他没有别的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啊啊，是、啊、心里面只有伦理道德仁义，他怎么会读三恶道呢？啊，三恶道里头没有这个业因呢？啊，那如果你是天天。 这个念念不舍，戒定慧三学，这个人决定是解脱。底下讲啊，务修礼让啊，从德心人是内心，礼让是表现在外面。 所以礼重要，管子讲四维，礼摆在第一了。礼义廉耻啊，中国人说礼义之邦啊、嗯，特别重视一。孟子见梁惠王。 也是，也劝导梁惠王啊，亦有仁义而已呀、啊。五伦里头有义，君臣有义；五常里头有义，仁义礼智信有义；四维里头有义，礼义廉耻有义。 八德里头有义，信义和平。你看看，这个四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呐、啊，中国的精神之所在啊。 啊，也是邓小平所讲的中国特色。啊，中国人中医。啊，四个科目里头都有医，两个有人。啊，人是两条里头有人，爱也是两条里头有爱。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就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国五千年而不衰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个东西。啊，礼千万不能够疏忽，常常在一起还可以马虎一点，呃，不必句句说不可以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啊，松懈不得，稍稍松懈。 这个家道就衰了啊！严格的遵守，这个家一定兴旺啊！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，看一个族群啊，看他的兴衰，你就看他的礼礼貌啊。而中国人讲礼让好啊，不争呢、啊。现在这个社会提倡的是什么竞争？ 这个问题严重了。我曾经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个会友，啊，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美国人，啊，也是大学名教授。我向他请教，我说美国的教育。 是不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叫竞争？对，啊，从小就开始竞争。我说竞争在升级是什么？他他没想到我问他这个问题，他看着我。我说竞争在升级啊，就是斗争啊，斗争在升级就是战争啊。 现在的战争战争呢、啊，是核武生化了，是毁灭性的战争呢。不是这种思维呀、啊，是死路一条啊。我说在东方古老的中国，教小孩不是这样的，小孩从小就叫让，小孩不懂礼，叫什么忍让。 慢慢长大是谦让，最后是礼让啊！都说明礼之后礼让啊，啊，彼此都相让啊，这世界和平的，这个叫这个思维啊，是一条生路啊，生生不息啊。 啊，所以绝对不能有竞争这个念头，怎么可以这么干法呢？错了！啊，佛经里都找不到竞争中国古圣先贤典籍里找不到竞争的，过物盗贼。啊，盗是偷盗。 贼是贼害，啊，这个国家里头，啊，像贪污的现象没有啊，贪污是属于盗贼呀、啊，啊，人民之间的时候没有冤枉啊，没有冤枉就没有，不但刑事纠纷没有啊，连刑民事纠纷也没有，所以。 在中国古代这个社会上，啊，哪一种行业最舒服、最自在的呢？啊，给诸位说，做官的。所以，为什么人重视读书？啊，读书人可以做官呢、啊？学而优则仕啊！啊，做官非常轻松啊，每天没有事情干呢、啊，没有案件呐、啊。 啊，所以做官这个行业是三百六十行里的最舒服、自在的一行。啊，你看看中国四库里头的集部，多少这些诗词、歌赋、文章，谁写的？做官的，他没事情干，他写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教的好嘛，教育个成功了吗？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怜的、最苦的是什么？做官的，办不完的案件啊，跟从前一百八十度的对比。为什么现在教育失败了？叫竞争，学校教育叫竞争，家庭教育也叫竞争，社会教育是什么呢？ 社会教育叫邪淫。我们老祖宗说：“淫为万物首啊，百善孝为先呐、啊，啊，万物淫为首啊。那叫邪淫就是叫万物，这社会怎么不乱呢？你今天看看整个社会。” 你看广告，你看新闻，看杂志，啊，里面女孩子都是穿着破暴露的，都是引诱你邪思，这什么？这是社会教育，啊，你再看看一些年轻人街头走来走去的，这社会是叫什么？叫邪音。 啊，叫邪淫就是叫万物，啊，唯恐你不造万物，这还得了吗？这社会还有救吗？他怎么会没灾难呢？啊，个人造业是个别宝。啊，这一一群人都造业就共业，那就是集体的大灾难，就这么回事情了 啊、所以这两句话的含义啊，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啊，佛的重戒，这两句都包括了。啊，《梵王戒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李老师从前教导我们的时候，常常提醒。 啊，怕我们忘掉了。不做国贼，不帮国主，不漏国税，不犯国制。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。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啊，这个国贼什么？你做的这事情，你的思想行为，伤害国家，伤害社会，贼害呀、啊！啊，不但这些事情不能做啊，念头都不能有。 你的心才清净啊！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大成界里头，就起心动念就犯界了。那怎么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？啊，对待一切人，尤其是对待跟我过不去的人，啊，回报我的人。 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应该怎么对待他？绝不可以有怨恨呐、啊！佛菩萨是应该以感恩的心对待他。为什么他来成就我？怎么成就呢？他来考一考你，看你的忍辱功夫够不够？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。 他修忍辱，则忍辱仙人的时候，格利王割截身体，那个伤害多严重！不但是处死，凌迟处死。释迦牟尼佛一点怨恨都没有，而且还告诉格利王：“将来我成佛，第一个度你，报恩。”啊，释迦成佛了。 第一个得度的乔臣如尊者，就是当年的格里王。说话算话了，真的第一个得度，他是第一个正阿罗汉果的。来考试的，看看你能不能忍了，啊，要你命啊，看看你能不能放下了，要你说要你的身体。 灵魂要不到，这没办法；灵性更没办法啊！灵性长存呐、啊，那就是大半涅盘了、啊，永远不会灭的。啊，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不是的？啊，如果你真正明白哦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，就像我们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然后我穿的再喜欢的衣服，人家要脱下来给你。 啊！你要这身体，身体给你灵性上升。哎、啊，他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真看破，他就真放下了。他为什么还还留恋这个身体放不下？他没看破。啊，真看破生大欢喜心，那提升境界太高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提升到先成佛。 在贤接千佛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是排名第五的，弥勒是排名第四的。啊，因为格利王各界身体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他提前了。啊，在弥勒之前成佛了。你看，这个收获多大啊！ 所以，看破才能够放下啊！放下，决定提升，大幅度的提升啊！不说佛法，谁能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、这么透彻啊？决定没有冤枉。 啊，这么有愿望是做到真正公平呢、啊？中国人讲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待遇。这个平等要知道，不是说样样都平等，像五个指头都不不不不平等的。平等是什么？随顺你的业力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那才叫平等。 啊，这个平等真正意思要懂得，不能够扭曲啊。人家修财布是多的，他得大财富，那是平等啊。他修的这个这个财富修的那么多，他没有得到，那不平等啊。哎，是那个因果要相应啊。啊，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果，这才叫平等。 啊，西瓜结果瓜那么大，桃子结果小那么多，那叫平等。不能说桃子长成西瓜那么大，西瓜长成桃子那么大，那就不平等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懂得这个道理、啊，才真正懂得平等的真谛啊。啊，这就没有愿望了，过得其所。啊，这个是佛陀教育。 对于社会大众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！真正是人个人身体健康长寿，家庭幸福圆满，事业一帆风顺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 啊，这是佛陀教育对社会大众做出的贡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了这一段。